要去做眼镜，来到这我们的 demo。看到几间过后，还是决定来这间。现在在验眼镜，然后做眼镜。唉，太难选择太多眼镜了。现在来到 Chara 这边，要吃猪肉粉。这个猪肉粉很出名，现在每次要等多人。今天还好，没有要等多人，可能因为位置有限吧，我不懂。这是有这个隔板隔开来，还是很多人来吃。这次来还有另外哦，放进这碗哦，消毒热水消毒才能拿过来。现在来了我的猪肉粉，这是我是吃干捞的，跟汤。这个是面的，就是这是有汤的，我的就是干捞配面。超多人呢，来排队。那 menu 很简单的，全部都是 coffee 哦，全都很特别、很特别的种类的 coffee。这是我的。这里有卖那种很多这种玻璃瓶啊、杯啊，全部都蛮美的。那些泡茶、泡咖啡的工具。它这里不单卖 coffee， 还是卖那种很特别的东西啊，茶杯啊、filter 啊。哦，你可以在那边买咖啡包。现在在北边练。哎，等 parking 很多车，刚好我们现在等守株待兔，等到了。我现在在北边练，每个星期都过来这里。这很舒服，你可以坐在这边啊，休息一下。我看去平时那边会有那种舞台啊那些。现在来这个书店这里要买东西给我的侄女，因为她明天生日。啊，这里哦有这种很多那种可爱可爱的东西啊，然后那种小孩子的书、儿童的书，找看有没有。这边书店哦也是很多那种小孩子的东西。多玩具啊 ，LEGO 超帅的，还有那种 game 啊，很多那种 board game 啊，这里全部都是，也是蛮喜欢玩的。可是感觉好像，因为他才一岁啊，所以我也不懂什么东西适合他。很恐怖的，如果晚上啊，你放在那个里面啊，关着暗暗的时候啊，有那个眼睛啊。我不懂它会不会亮啊，可是一点点光射射进来的话，哇，晚上好像一个东西像看着你睡觉一样。这个书店的话也书很少的，半边看着只有两个 rack， 这样大间的书店全部只有这样少。可是通常我读的书都是英文的，所以还好。
那花椰树少两下吧，我前面后面没有了，我就到马来树。马来树还大，马来树整个范围的后面都是花椰树，两个架没有了，哒哒完了。结果我还是跑来 Toys R Us， 因为那边太少选择了。我来现在看看这，这根本就是我的天堂，不是他的天堂。反正是我比较爽，来这边，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天堂啊！全部玩具都玩，啊，超帅的！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这些。可是梦中很热嘞，那应该是 aircon 坏了还是什么？很热，整个一进来就很拱啊！现在找给他玩了，哎，觉得这种不错。你都通常来到，吹热沙最想做东西什么的？你看通常这种 packaging 旁边那就有一个洞嘛，那就有一个 button， 然后就是一直按，每一个都按一下，然后有什么讲什么 try me 的啊，都会去摸摸一下，可以的话就去动动啊，手很痒，这就是来得最爽的东西。我认真的觉得啊，如果啊。你要你孩子啊，一直叫你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的话，你就带他来玩具店，怎么呢？因为看到这个就爸爸爸爸，看到这个就妈妈妈妈妈妈，哇！我在这里要走了两圈了，哇！喊到最听到最多声的声音是妈妈妈妈，不然就是爸爸爸爸，一定是有东西叫爸爸妈妈看的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有孩子啦，你孩子不愿意叫你爸爸妈妈的啊，带他来，很快的他就叫你了，相信我，就是代价有点高。Bye.